这是我的心肝囝，心肝囝，妈妈回来啊！二十年来，恁家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欢迎你加入先进电视台，当总经理。总经理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阿咪，阿爷已经把先进电视台拢总买落来，为着阿伯上，为着新台中的兄弟，我摕着先进电视台经营权。阿拉抓落来，我甲先进甲新台中的做合并。我要有所有兄弟来做正当的生意，我原来要有所有兄弟，唔免为着生活来烦恼。哥，也毋过我知影要经营一间电视台，需要一个真专业的人才，你是上个适当的人选。那照你安尼讲，你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，我愿意做你的军师，尽心来辅助你。阿咪，阿爷知影要做一个一流的新闻主播，一直是你的愿望，所以你通趁这个机会，好好踮咧先进来做发挥。阿爷伫咧背后尽力来斗相共。哥，原来你做的一切拢是为着我。即阵，就麻烦你坐先进电视台总经理的大位。会伫咧遮，以后我会定坐踮咧遮，甲先进电视台总经理泡茶开讲。而且，我会泡阿伯上上佳饮的冠军茶。哥，我绝对袂辜负你，也佮阿伯上的愿望。好，刷落来，我甲阿伯上拢会来期待。文美。恭喜你，搁倒来坐主播台，搁担任先进的总经理。多谢你，洪斌。明仔载你就主播台第一条新闻，互你来处理。对啊，尊尼，海洋专案进行安怎？我已经摕到海洋专案上关键的证物——婚庆招待所完整的影片。啊，不过，欧部长却失踪去。
而且这条乌性母限制出境的日子还剩五天，所以我必须要赶紧对查野下落，把伊逮捕归案。真的，那安尼到时阵，阮七阿姨是毋敢看有罪？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予法律判罪，总比失去性命搁较好。校影权甲乌部长交易的内容，就是校影权交易所交出分清交易所完整的影片。啊，不过这个乌部长却无交易所把那个美金汇予校影权，校影权予伊骗去了后，一定袂放伊耍。也就是讲，吴先武即阵已经真无补贴无路，完全无资源了，无对。只要吴先武暴露伊的行踪，一定会受到黄永权的追杀。今日请我吃饭是有啥物代志啊？阿姨，你应该知影吴部长伊人伫啥物所在对无？你今日找我出来，毋是要套我的话吧？我是要来甲你讲，孙英已经掌握着吴部长犯罪的证据啊，即马全力咧追查你的下落，我是惊你会去受到牵连啊。郭俊英手内证据并无完整，对部长来讲并无啥物威胁啊。你是不是联合郭俊英要来抓阮？优秀，你竟然利用我对你的关心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啊！阿姨，你误会我啦，我今日叫你出来的代志，无任何人知影，请你相信我啦。吴部长即摆有六亿美金，等于就是掌握一条追杀令。享受这六亿美金的人，绝对袂放弃任何一个得到手的机会。吴部长即摆是随时都有性命的危险呢。阿姨，你莫阁质问阮哦，紧回头好无？你只有出名该自首，才得保着你，也阁吴部长。我真正无想要失去你。吴部长这个查甫人，无值得你为伊冒险。优秀，阿姨总算是无白听你。啊，不过感情的代志是无法度计较的。虽然讲部长这个人做人有较霸气，啊，不过伊真是对我真好。这几年，伊已经变成我生命中上个重要的人啊。你今仔日冒着叫我发现行踪的危险出来跟我见面，可见你还阁是爱我，是疼我。也毋过我嘛同款，我真正无愿意阁看到你过这款提心吊胆的日子。你紧请吴部长出来自首好无？嘛替你家己留一条死路啊！优秀，你放心啦，等这个风声较平静了后。阮得想办法离开台湾，你唔免替我烦恼啦。啊，若是无啥物代志，我要先来转啊。明天有机会再找你吃饭。即卖当叫阿姨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找到乌木顶秘密的所在。
拢是为你好，请你原谅我。是啦，啊你规工是早起到，到到这阵才转啊。我做久无去踅街啊，我都出去行行咧啊。你哪会这么大意啊？万一若是有人发现到你的行踪，对咱是非常的不利，你知？我只是无想到啦。 以后我袂阁随便出去。阿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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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静
既然你到我的丹龙底来甲吃，那呢你应该有迄个气魄，接受自作聪明的后果。无信母，红虾娘面就会找来吃，你唔免是怪得意。 天啊，你的身边刀吼，就甲我切落清气咧。知啦。啊，来整理出来。你啊。阿尤秀，回来未？阿尤秀，刚要倒吧？啊，是无讲伊要倒啦，阿公叫我把这个叫做PDA 提予你啦。PDA。 是安怎？妈，优秀家己走去找吴部长啊！安怎安尼？哎，你找吴部长足危险的。优秀先父有早对佣金，我当用这 PDA 找到伊，你放心，我来找倒来。吴娘啊，迄个吴部长哦，是招危险人物的，你家己较细腻的。阿生，你把平安带倒来哈。我知啊，我来。 侯优秀，你这么人伫我的手头，还阁敢讲大声话？你只不过是一只过街的鸟鼠，我想哪都会惊你。侯优秀，你，哎呀，优秀啊，你莫阁惹部长生气啊啦！已经转去啦。阿姨，要怎咱做伙走？亲像黑部长这款无不做的歹人，你家己做伙绝对袂有好下场的啦。这个死的人，还阁有这心情讲废话？ 你有才调，就把我抬死啊！我甘愿死在你的手上，我绝对袂让你点头。有气魄，不愧是校园区的查某囝。既然你搁这想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一生情留予你。 既然你搁这想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信武，我拜托你，莫开枪啊，莫一条死路。袂用的，知影咱的行踪的人，伊只有一条路通行，就是死。求你紧走啦，紧走啊！你闪啦！ 这是不得已，可是咱的行踪若是泄露出去，对咱非常不利。我本来搁听你的借口，你上好是保密，优秀的无代志，伊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当然放煞啦。优秀，你这个搁徛在咧创啥？紧叫救护车啦！媳妇。
优秀和幸福已经拍到伤，优秀哥哥见面，伊叫我去自首，我唔肯。伊竟然跟着我回去我住的所在，结果好心我发觉差一点我都无命。真歹势啦，我无好好保护优秀。你为着利益，无顾着亲情，你为着要顾家己的查甫人，无想着以前来伤害到优秀。 你这个无情无义、无目屎的，我绝对袂来接受你虚伪的道歉。为着六亿美金，静静熬看死鬼人，桂明环、西米、阿布拉斯，竟然阮母在来受的伤害。我跟你讲，你甲乌心母早晚的为着家己的贪念，付出代价。 唔通认为我是遐尔贪心的人，我有我的苦衷，这毋是恁的借口啦。既然你的良心叫够高呀，你真想要消失伫我面头前，我相信阮优秀的精神，我哪无想要看到你这种无悔无目屎的阿姨啊！当伊转过乌心母，伊来伤害着阮母。 伊若是无代志，大家都准线。万一有啥物差错，我看红声的嘛袂放咱线。看起来台湾是无安全啊！真啊，等三天后，我的限制出境，若是一解除，咱就摕这六亿的美金离开台湾。到时阵，就算讲红声要找我报仇。 伊也找无人通报仇。新妇，咱即摆的生活已经有够富裕啊！若是无迄六亿的美金，嘛会当过较真好的日子啊！是啊，你即摆是想要讲啥？想要劝我放弃这六亿的美金是？这六亿的美金已经害死较济人啊！若是讲你一定要得到这笔钱，我是惊讲会伤害到你的性命。 到时阵，你若是想要走，就走袂去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无想要听这话。你无想要听，我嘛是爱讲啊。敢讲你一定要等到别人用枪，比方你的头，还是讲代志变到无法度挽回啊？你才要听我讲哦。信步，我劝你放弃这六亿的美金啊！ 无可能。
这六亿的美金是我一世人的心血，无论安怎，我绝对无要放弃。你哪会到今嘛还看袂清楚现实嘞？侯永权在追杀咱，郭振英在追捕咱，今嘛连红声嘛敢咱计冤仇。这个时阵，你搁会笑想迄笔钱？我讲迄钱，咱还袂摕到，都要先去见阎罗王啊啦！你这是咧讲什么笑话？ 你刚才这六亿的美金，是我用尽心机才摕到的，而且也是你煽动我去摕的。你今仔凭啥物讲这话？你今日凭啥物讲这话？不准你搁在外面讲，乖乖去你房间门遮甲我看好势。等我限制出境，解除了后，咱马上离开台湾。 我妈妈烦恼，阮甲妈妈讲，阿嫂去南部找朋友。多谢你。我已经决定要采取行动啊！伫明仔载深圳电视台开播的头一条新闻，我特别报道吴部长涉嫌海风专案的独家新闻，而且我阁要公布婚庆招待所的捐税录影带。我相信媒体的力量一定会当逼出吴部长。无毋对，即马应该有新闻媒体来伸张正义。 让社会大众知影事实的真相。阿美，加油！阿爷等你的好成绩。这摆抓吴部长的行动，都由你来拍前锋。您放心，打击犯罪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 现场十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优秀的情形，今晚不知安怎。我今晚出去，无抓到，一去害到圣母。 观众午安，我是董敏敏。今仔是我电话主播台的头一天，我的头一条新闻，就是要揭露军购丑闻、海丰专案官商勾结的内幕。根据了解，20年前胡部长之所以力挺海丰专案能够顺利通过，与某集团的侯董事长官说6亿美金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！您竟然敢在媒体上公布？ 检方近日已经搜集到胡部长遭人关说的关键录影带，证实了海丰专案确实有官商勾结的情况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 VCR。这卷录影带完整记录了胡部长遭到关说的整个过程。你
一直敲电话甲我拜托，讲海风转案的代志，啊，我也歹势甲伊拒绝啦。啊，我足烦的呢。无说是同罪，而且这牵连着六亿美金的牵涉，我哪会用放马互伊通过？我哪有可能去甲你害啦？那不是好康的，我哪要甲你讲哈？那我几乎有甲我答应呢，讲那是你和海风转案通过，安尼这六亿美金都一半会走你的落袋啊呢？我呢？连我都想要买收啊！哎呦，你莫讲到遐尔歹听嘛，这应该讲是互相合作，各得其利啊。新妇，你想看卖咧？这三亿的美金不是小数目呢，你若是做部长，搁做十几年，也是赚无遐侪钱啊。起码有较好的机会，你想哪袂好好把握咧？虽然检方已经掌握了确切证据，却无法掌握胡部长的正确行踪，只能让他逍遥法外。我们希望这一节的新闻播出之后，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，早日将胡部长弃捕归案。原来我的新闻已经变成全民公敌啊！阿姨，你莫搁接袂稳哦。紧回头好不好？你只有出名该自首，才得保着你，还阁学无着。等于专搞吴新妇，伊来伤害着阮某，我绝对连本带利也讨袂来。我今仔是不是应该阁继续苛刻新妇？可以放弃这六亿的美金呢？金啊，金啊，你看到新闻无？这么咱在外面已经是风声鬼号啊！那你一定要赶紧离开台湾。新妇，我莫讲遐多，你去顶头看物件，我来安排偷渡的代志。喂。这个董秘密是啥物时阵摕到迄块录影图？竟然在电视顶端报道这海风船啊！问题出在你甲吴部长交易迄一天。那呢，咱即摆要安怎做？叫咱的细汉，甲隐形所有出入口顾好掉，唔通互记者掠咱隐形。是。林科，赶紧联络所有走私的角头，就要查清楚。有可能偷渡出国的所在，爸，你认为这吴姓母会偷渡出去？吴姓母即马全国人拢知影伊收费，伊即马稳当真着急要离开台湾，除了偷渡，无别条路通好行。我知啊，爸，你先我调查这偷渡的港口，伫咧伊离开台湾之前，要伊交出这六美金，唔但爱逼伊。六亿的美金，而且我那爱甲变掉。我了解了。吴新木若死了后，犯罪的代志就减一个零。海风船，咱脱罪的机会就搁较大。假使我等一日都要逃脱，这可能是我一世人最后一摆看到幼秀。慢点，卡特。我敢那是要看见幼秀吗？你无资格来看伊，本有受尽刀点的遮，
都是你的造成的。啊，不过，优秀嘛是我想疼惜的查某孙啊。你若真是疼惜的，就应该为着来伤害优秀来付出代价。你若真是疼惜的，当初是你应该听优秀的口供，口供吴秀母出来自首，来结束着海勇传案。阿姨，我为着无想要阮优秀的心血来白费。 阮公布吴先母店里海风专案收回消息，阮最主要目的是希望恁有一个解决自身来自首的机会。真社会大众拢真关心这条必然的追查结果。假使讲你甲吴先母若是继续进一步孤落去，但是叫海风专案的检调单位长调，绝对是无减刑的机会哦。我真疼惜优秀。 不过我嘛真爱信母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拢不忍心叫伊去自首，看伊后半世人伫咧人那里底度过。吴先母只有你要坐监，伊才有才调保掉伊的命。阿姨，吴先母若是走了，检调单位绝对会围捕伊，安那侯英权一定会追杀伊。 你家己会当想看卖，海风专案即阵剩吴姓母啊，佮有侯英权这两个关系哩。就算讲侯英权是为着六亿美金，伊绝对会替吴姓母灭口来自保。一生煎熬予你。 赵忠公侯英权是为着六亿美金，伊绝对会替吴先母灭口来自保。到时阵，赵忠公恁两个人倒到天边海角，我那无才调，咱过平静的日子。所以阿姨，你若真是咧爱吴先母，想要救伊的命，正想该好办法，赶紧讲出伊进人伫倒位，赶紧苦劝吴先母出来自首。 阿婶，我跟阮阿姨单独讲话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阿姨，我知影这几天。 你心肝内一定真艰苦，你毋知影要劝乌木雕自首，还是讲过去跟伊斗走？我讲安那艰苦，嘛无你受着轻伤，遐尔委屈。我的伤袂要紧啦，有时阿姨，假使讲我着会七千。 会当换回你的良知，你的觉醒，那呢，我的伤就真有价值了。王囡仔，阿姨甲你害到呢，你搁替我设想。我相信，你只是失去你弟，你还阁是我熟悉迄个真阿姨，还阁是当初。 迄个教我妈妈做伙买破链，听我敢那查某囝的真阿姨。想袂到，我竟然予我的时势替我烦恼，来提醒我早起就回头的道理。阿姨，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我拢相信你是有良心的，你会予家己。 一个上好的选择。
喂，钱啊，你是走去倒去啦？我唔是叫你讲物件款款的，通好走啊？我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物件我已经给你款好啊，我伫咧宜兰海边已经厝了等你，你赶紧来哈。啥来去遐？这个所在已经叫好友收知影，无走是要等人来了心。啊好，我代志处理好，随转去。小心！咱明明有迄个机会走去国外，好啊，享受这六亿的美金，我是安怎就要去自首？敢讲你拢唔捌为着摕虾米新的代志，良心不安吗？这敢是你叫我去做？无唔对啊，啊不过我即摆后悔啊！我感觉咱为着暗勘海风灾难的代志，害死遐济人，搁犯着遐尼济的重罪，我即摆。良心不安呐！我无认为是安尼，我替咱的国家买着上先进的军舰，这是上光荣的代志。这六亿美金的commission上，是我应该得到的报酬。敢讲你拢无感觉，你家己做唔对，一点啊罪恶感拢无？无。看起来你是已经做好决定啊。内面还阁有一卡行李，你去摕出来，咱通好行好。新妇，我阁问你一摆，你是不是？好啊，你若歹入去摕，我家己来摕。对上去，我受伤了，都唔知走去倒位啊！你看，有人咧使用对上去，根本是真阿姨，是送我来病院，还有追踪器，怎么可能在伊遐？啊，真实是真阿姨，但今天用这个对上去，根本是要咱知影讲黑心木人在倒位。讲，金阿姨是要讲出黑木长的下落，这真有可能吗？玉秀，我照 PDA 这个信号来找看卖，无得个我当找了黑心木。哎，你还较细腻呢。你放心，我会叫吴医生来跟我回啊。要不你今麦到底是想要安怎？我带你去自首。无可能。幸福。行啦。林宽，部长啊，你宽容你。是毋是因为证据伫咧电视媒体曝光，准备啊无啊乱讲？你哪知阮伫遮？但我有一个朋友哦，专门做走私偷渡的啦。伊甲我讲，恁弟伫咧遮，准备要出去。既然甲互恁找着，咱就毋免遐侪废话。
侯永环，今仔日你是为着你大家的美金心，我唔对，你拿伊的美金来教我，放恁一条生路。但是我若是无答应的，恁就无可能踏出这大门。若是想要换命，就乖乖用电脑把这六亿美金转到阮的口袋。若是想要提钱，就莫怪我的亲戚目细目睭。姐夫，你何必安尼逼阮呢？这是恁家己做得来，讲话无算话，阁想要拍我的后生面口，恁根本就无迄诚意要甲我合作。我给你一摆机会，叫恁摕六亿美金来换恁的自由，让恁逃出去国外，已经对恁袂歹。我哪会知你即马讲的话是真的也是假？无唔对，这六亿美金即马是阮的保险符，钱恁若是摕去，你一定会杀人灭口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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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阿姨啊，若是哦，这支枪有造成恁对我的误解。我甲你回死咧啦！当阮今日来遮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摕这六亿美金。恁若乖乖合作，我的枪是袂怕恁的。头顶哥，你的话我袂相信的。何师母，但顶个是枪无讲信用，要杀我灭口。来，你先出去。部长啊，今仔嘛剩我一个人，你着乖乖将迄六亿的美金转入去我的口袋。看你想要去倒位，我一定派人送你去，请你相信着我的心意。喂，县长，您刚听我详细。等一下，看到阮爸爸行出来，恁就随冲入去，把内底的人解决掉掉。是。等下，恁的家属拢传我去。是啊，你唔通来破坏我的好事。我实在足无想要听你的声。阿姐，卖叮当，谁若敢叮当，我就要死。我拢无叮当，你哪卖叮当啊？别讲，两个拢报警。啊？心跳越快了，紧报警。免搁在遐考虑啊！何永环，要转这六亿的美金袂用的，也毋过，你要给我一个会当我安心的保证。我的生意就是保证，我的目的是要爱钱，毋是要爱你的命。即马外口风声真暗烈，我若是甲你拍死，对我无好处，我才袂遐戆。你真是送阮出去！我认袂当哦，咱这世人莫阁见面。你甲我转回家找，莫阁搭地。媳妇，你唔通听伊的，伊绝对袂放你煞的。亲啊，到这款地步，我敢还阁其他的选择性？
好啦。好笑呀，是想把你爸给家呀？原来是拄着红星哦，那呢算你水稳啦。郭靖，莫定定甲我拍老娘哦！我甲你讲，你若甲我放开，甲我顶高枝，一定会扣我收你甲真凄惨啦！厉害，真厉害！啊，不过我无时间甲你拍老娘啦，我有正经代志要办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，愈不